比心 ID 多少来的？54752190啊。54752。你不是点的我吗？哦，看到你了，看到你了，看到你了，小姐，我能退单吗？我错了好吗？我错了，别退单，我可以退单吗，小姐？别，哥哥我错了吗？你别这样，别退单。我想找啥都好说，就别退单。我想找一个年轻一点的聊聊天。我挺年轻的，其实你可能不太信我今年其实是18岁。不可能，我你听不可能，不年轻吗？不可能，一般说自己18岁的年纪都不小的，因为他不会接受自己年纪大的事实，懂不懂？一般说自己是18岁，我觉得你的年龄区间应该在25岁到35岁之间，你有可能都已经结婚生孩子了，都不一定。那宝贝，你多大呀？你喊谁宝贝呢，小姐？你别搞这么恶心呐、啊！巧手猎奴。你可是真值。那老板你多大呀？小姐别给我逮到了，逮到了给你来一个叹为观止，行不行？吓死我了。吓死你了，那吓死你的在后面了，小姐。你想怎么吓我呀？你老实说你多大了，我现在很好奇你的年龄。我就是96年的，但是确实是长得像18岁，没有一点办法。毕竟我这个人嘛，长得年轻，声音也年轻，长得也好看，对不对？你还怀疑我？我要哭了，我跟你讲。不是，那你可能是年纪真的是18岁，只长得有点像那种30多岁的，长得有点过于成熟了，小姐，不怪你，只能怪岁月太沧桑，帮你打磨的。哥哥，你是不是没有戴眼镜啊？我戴眼镜呢，我四只眼睛看呢，小姐。不是，关键是比心上都没有几张我照片，然后你还说这个。我看了有一张脸的，一张身材的吗？对吧？是你吧？身材好不好？身材小腿有点粗，小腿有点肌肉。平时我感觉你就是张口就来，啥也不是。小腿肌肉太发达了，平时应该。你咋回事？你怎么都跑到我脸上来了？是啥意思？他爱你，你是啥意思啊？都他妈一刀我脸上了，我不给你来一刀，那恐怕你有点太岁洞堂吐土，太岁头上动土了你，小老弟。话说那些照片都是我就是刚做比心的时候传的那些照片，那个时候我还年轻，不是年轻，那个时候离现在有一段时间了。你那时候都看起来这么成熟了，那你现在不完蛋了，又老了一点吗？啊！我怎么就老了？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好心痛啊！哎，能退老板吗？你把钱退我，我马上溜，小姐，你钱退我，马上。哎，钱不可能退，你就放心吧。怎么可能退呀？你不退钱，你还想溜，小姐？你在想屁吃你呢？你搁这想屁吃？你这么直，你肯定没有女朋友。你有女朋友，我倒立洗头去呢。你这么老，你肯定没有男朋友，小姐。你有男朋友，我倒立吃屎。我现在是没有男朋友，我这不在等你吗？别，你别想占老板便宜啊！老板，我怎么？老板不吃你这一套啊！我死了，你能给我报仇吗？咋了？这是你自己号吗，小姐？这是我对啊，我练的一个小号。你练的小号，大号不是在这个区。哟，是哟。哎，你要没了呀？啊，你怎么还活了？不是，老板要没了，为什么你笑的比对面还开心？可以。不是，我以为你要跟我殉情，结果你自己独活了。不是，老板快死了，你怎么感觉像对面一伙的小姐？对不起，我就是第六人，害怕吗？你别搞啊，这么搞老板的游戏体验太差了啊。啊，哥我错了，哥我错了，你该不会要给我差评吧？哥点你的话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吗？就是这不就是想让你开心开心，难道你不开心吗？咱就老老实实打游戏是不是？有没有那种 score 的项目？
Scoy 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英语不太好。就是有没有那种 Scoy 的项目可以推荐一下？就例如说你喜欢什么项目？喜欢那种。我们能不能聊一些那种敏感的话题？你是敏感肌吗？为什么要聊敏感的话题？我们能不能聊一些敏感的话题，小姐？你想聊什么，我都陪你聊。老板最大，老板是天，老板是地，老板是衣食父母，老板我爱你。请问你对叙利亚有何看法？叙利亚的局势？那确实是挺敏感的。问你呢，你看新闻啊，小姐姐，啊，不是，这是什么敏感话题？我以为你要说一些，哎，他怎么哎他咋溜了呀？他不是他咋溜了？不是吧？哥哥，对不起，我新闻看的少，新闻上没有你，我比较专一，所以就不了解，我好不好？我吐了，他怎么都溜进了，我吐了呀。这把有点逆风呀，6-1，6-1，别。那岂不是你可以跟我待的时间会久一点？6-1，我靠！这个 P 怎么都六级了呀？这个卢锡啊，他现在7级啊？你不说我还不知道呢，他都7级了。我靠！对不起。我打不过他，知道这个噩耗，这很难受啊！我打不过他是啥意思啊？你有喜欢的战队吗？平时喜欢看比赛吗？我喜欢 IG。你喜欢 IG 啊？对，我觉得蔡爹就是，你懂的，就是女孩子的梦。等一下啊，夏洛，别急。李青小姐姐就是比较人均喜欢 IG。我比较随大溜，也可能我伤害应该不够吧。我这你能过来吗？过来给个我去你等我。我伤害不够算了，别了伤害不够。你就这么不让我过去，但是我还是想过去看看你的。看看我，你看看我干嘛呀？杀不死。看看你长得好不好看呀。那长得肯定比你好看呢，那还用看吗？那不一定啊，我长相就是纯18那种少女。你老是说你18干啥啊？我长相他们就都说像孩子。像孩子是你平的像孩子是不是？这不是怎么就是平的，还没发育。我肯定是不是还没发育？溜了。我身材挺好的，你不是看到我身材照了吗？就是我北京动态那几张。没有，我就看到一个后背而已，没看你身材照。我身材照那里面有的。打野。哎。这个年纪女朋友不来倒无所谓，你要再不来这把游戏是没有了呀，打野。那、啊、我要不要去一去，就当做是你女朋友去了，你觉得呢？我找肯定要找那种18岁的，你长得像28岁的谁要啊，小姐。谈过几次对象？我不是，我觉得什么？我出过几次对象？我说你谈过几次对象？谈过几次对象？我谈对象谈的不多。很好。我谈对象真的谈的不多。我其实你听了我像那个28岁的声音，但是其实我是18岁，不是。怎么是18岁的身材？我刚反应过来，我刚才在打架。我操！我吐了！我操！来个人帮一下，来给我干他了，他有闪。我能去吗？我能去吗？我想去看看你，然后顺便帮一帮你，让你记住我。你他妈在逗我！哎，没吓死。二段大没中，我操！我靠，运气好啊，这个逼。失误了。我刚刚看到他一点血就没了，他走了。哎 ，AD 怎么去那边了？是卡隐幽闪、啊。你是不是救不了他？这个人不太会啊，感觉。
那就是打野嘛、哦、打野感觉不太会啊，这把稳住啊，这把感觉要输。我觉得有你在肯定不会输的，对不起。上单都死五次了，对不起，这上单我溜了，小心小心，我感觉只能抓你下了，这其他路好像来吧来吧来吧，我知道我知道你想看我，我知道我懂。我来了，小姐我来了。你现在要来吗？你现在要来，我等一下。我来了，我这边没有眼了。我操！卡米好恶心。我直接吐了。你过来找我，赶紧过来。嗯。你不是要找我吗？你不是要来吗？我咋来啊？来的，你怎么骗人呢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能给我吗？能给我吗？给我。我不动，我不动，我不动。可以可以，我来 C， 我来 C。不是你，干啥呀，小姐？我感觉你有点蠢。我、嗯、不是，我怎么就蠢了呀？我刚才跟你我要是别的打路人局的话，我就直接上去 Q 了，自己拿人头了，你信不信？哦，我好不好？还行还行。我好不好？还行还行。有没有奖励？奖励啊，奖励你一个大嘴巴子。嗯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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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你来不来已经没什么用了，我要死，我救命啊，替我报仇啊，哥哥。报不了仇了，我操，人太多了，太吓人了，我丢了。所以爱会消失对吗？谁啥时候有爱了，都压根就没爱，怎么会消失呢，小姐。完了呀、嗯、我心痛了，你要补偿我。我补偿你啥呀，我又不欠你啥，我要补偿你啥。不是刚才你就看了一眼你就走了呀。不，这一把不太好打呀，这一把金属大师都九个头了，这金属我吐了。他现在四杠他怎么九个头，他不是四杠零吗？金属大师都九个头呀，小姐姐。哎呦，没有打到他七。我来了，还好我两个头，我二二二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二高二，这里有针眼，这里。我操！是 ADC 有问题还是你有问题啊，小姐姐？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都稍微有点问题。哦。哎 ，AD， 小姐，你是哪里人？我是你心里的。我是河北石家庄人。哎，你这么一个沉默，搞得我自己有点尴尬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操 ！ADC， 我应该是有大招了，走啊！咋一看到我就跑啊？我又不是……因为你太厉害了。我又不是坏人，他一看到我一看到我就跑，我操，一看到就跑。他有大吗？他辅助没大 ，AD 有大。哦，我要被追。哦，他没有追我。我操，太假了吧！这都没死，我吐了。这都没死。你吃拉线，吃拉线。他这都没死啊？没事没事，我换了。没事没事，有我有我有。跟他换，我 A， 我先 A， 我先 A， 你先让我 A 一下。来 A A 呀、啊，死了！操的，枪主猎物！不是，对不起，我的，我想先 A 一下的。你 A 你哎，我的，没事。我、嗯、没有，我的，我应该闪现过去 A 的。是你的问题，小姐。不是，你怎么这就。又是你的，是你的，绝对是你的问题。咱们不应该就是互相客气一下吗？对不对？我他妈都吐了！我操，这个人这么贱吗？这个人玩游戏吐了几个月，千万不要跟玩游戏玩的好的谈恋爱，我好，搞得你不要不要的。那感觉玩游戏都是在算计。我操！那你玩的游戏玩的也挺好的，是不是？意思就是不能找你谈恋爱、啊？那肯定啊，你别找我谈恋爱了。这个人能干他不？但是，不干他，弄他，上他，干他，弄。
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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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啥呀？得病了，黑头了呀？好，看看看。哼，就这。哎，我哎我溜了，我溜了。哦天哪，你能跑吗？你能跑吗？我能跑啊，我能跑呀、啊。那有针眼，你还能跑吗？小心。我可以跑，我可以跑，我可以跑。我怕蒙多。死了，我会心痛的。蒙多在哪儿？在上路。蒙多在上啊。对。我可以跑，我可以跑。他没闪吗？哎呀，不要着急。臭呀！哎，我刚说他没闪吗？他 Q 闪，我反应不过来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有我在，我来保护你。我死也不可能要。哎，稳住稳住稳住，有机会有机会，稳住稳住。那为什么就是你游戏玩的？好吗？我觉得你游戏玩的应该还是一般一点的，所以是不是可以找你谈恋爱啊？什么找谈恋爱？你为什么不说话了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啊！我来搞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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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上上！我要不要去？我要上吗？哦！痛痛痛痛痛痛痛！哇操 ！Nice Nice， 牛逼牛逼牛逼！金属在哪里啊？啊，狂风之力。还有机会？现在难道要出狂风之力吗？啊！完了，没想到吧？没想到。哇！我人看人。哇哇！炸了呀！你们这么下饭呢？这上单零杠八杠零，我靠！他这一把干了点啥呀？他啥也没干呢。这个、哎、他没了。我来了，来了，搞他。这里可以啊，你 Q 的很准啊，小姐。那必须的，我要惊住老板这一波。这人还准备 K 头，我操！你他妈啥也不会想 K 头，我靠！这个头给他 K 了，他值钱了，咋办呢？咱不理他，没事，炮车他没补到，爽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赢了这把。小龙宝得了。嗯，这把老板。老板，你是哪里人啊？老板是哪里人？老板是、啊、太阳人啊，不是。哎哎哎！你是啥？哪里？完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我没了，我没了。再见。然后呢？稳住，稳住。还有机会。老板带我 C 可以吗？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老板，我躺好了，我等你 C。等你 C 啊？你躺好，等我 C。等你 C， 对。你不要个大逼脸，你小姨。我躺了。我点你过来是让你躺的吗，小姨？不是，我看你这么厉害，我就知道这把我肯定躺了。十八分钟，136补刀，5-4，绝对是躺，绝对是能 C 的，对不对？这次老板我省心了，太棒了！老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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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好吗？我好、啊。我感觉你脸，他们两个人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在，我在。那咋办？他打我。他打我，那咋办呢？哦，突突突突突！钱呢？1000块呀！现在钱是最主要的呀！溜了，发育！这再杀不了我就哭了。别打架，别打架，别打架！嗯，推线了。可以呀、啊，老板。咋了，小姐？怎么了？我怎么又可以了？看到你这么厉害我就放心了，我知道这把有了，我这个号他不会掉分了，太棒了、老板花钱还带你打定位赛，我操，按照代练新赛季的价格定位赛的话，像你这个分段的话应该是要200-300的，那你还要倒推我钱呢，小姐姐。完了啊，不是，
我觉得吧，这个跟妹子打游戏肯定跟别人打游戏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咋不一样？我知道，怎么不一样？就一样了。咋不一样？插个眼，大龙要打了，插眼了。哦，我去插。大龙，而且你看，你点我就跟看德云社的相声一样，难道不好吗？你不开心吗？你不快乐吗？我不开心啊。我咋会开心啊？有我在呢。我咋开心啊？我没不开心。Yeah! 不是我，帅呀，老板，牛，屌屌，厉害！你看我屌不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因为不看。哎，我说你看我屌吗，小姐姐？我说我这一波操，接着说下。我说这一波操作，你看我屌不屌？你是想什么呢，小姐姐？嗯，厉害，哥哥厉害，哥厉害。不是，咱们话说德云社哈、啊，不是，话说那个讲相声，你看我没事跟你讲相声，德云社一张门票1000多块钱，你还得再补我几百呢，对不对？啥呀？你在干啥呀，小姐姐？别搞啊！完美绕过话题。你多大了，小姐姐？今年有30没？我今年18岁。应该是有30岁了吧？我18岁。哎呦，按错了，我他妈以为是体验马特，我靠，直接脑溢血。机会来了呀！他们再拿一条小龙，我们就直接点了吧。我18岁，老板，我说我18岁，你听到了吗？我18岁。哈基马车。库里马车，钱拿来啊！哦哟，不是老板，我都说了半天我是96年的，然后你还一直问我年龄，你是不是对数字不是很敏感？然后你现在还在逃亡，好可怜呀、啊！等一下啊，你那个大龙能给个视野吗？你大龙视野咋不给？好的，我现在就过去给。一直跟你聊天聊得太开心了，都忘了给大龙视野了，满心都是你。你别恶心我，小姐，别搞。怎么就是恶心你了？大龙视野，给一个，小姐。给了，你看到那边吗？那个眼。小龙，就是我对你。这小龙不拿，小龙没了，小龙。他们龙魂了，好像呀。吸血鬼。自己不敢去啊。吸血鬼菜的一逼，我操。我们能一起去做眼吗？我自己不敢去。Holy shit！ 小龙来了，小龙，别了，不用追。哦吼，就这，我有老板。这龙不会被抢吗？这龙应该还好。哦，冲呀！你冲呀！不是，我被定住了。你猜的一，他被那条定住了，我金身都按不出来。卧顶。你怎么死了？这卡莎这么狠吗？哎呦 ，A Q， 卡莎，哎，我操，刮痧一点伤害没有，没了呀，这个人伤害。为什么蓝凯伤害这么低呀？那你得问他呀，他怎么伤害这么低？我靠，他的伤害有点低了，小姐，太低了。下一下他不行啊，他真的不行。他不行吗？还是老板行？我行。你也行，对，还是你行，我行，你也行。我操了个 DJ！ 哎呀，换个姿势坐一下，腰好痛。腰痛啊，腰痛、啊，是不是最近劳累太劳累了？对，总是熬夜接单子。你是干啥的呀？所以就是，我是做陪玩的呀。你问我以前工作吗，哥哥？啊，我以前工作是高铁乘务员。你以前是高铁乘务员？对。真巧。哥，你刚看到没有？我大招，然后被一个E把他E走了。等一下啊！我要哭了。我之前是高铁乘务员，就是在我们这边，在我们这边那个铁路局。等一下啊！所以我长得很好看，有没有？他们在打大龙，有眼吗？对，在打。我来了。这里有睁眼。我来了。哇，老板牛逼！
Nice. 我金身还没有用，我金身没有用。哦哦，我好害怕。你妈的！哇，他闪现到我 Q 了！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！吓我一跳！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！老板，你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别，你小心点，别被他喷死了。你死了我会心疼的，就你的盾，就装装样子，虽然没有不会打伤害。我死可以，你不能死啊！只要你是老板，对不对？你还是我的小宝贝。你别搞啊，小姐。咋了？吓出原形了是不是？原是那个原人的原，吓出原形了。哥，你刚刚问我那个啥？是不是就赢了吗？这一把，是不是？那老板你是做什么？做什么工作啊？我做啥的？你问我做啥的干啥呀？嗯，我不干，我不干。老板日理万机，天天发财，干啥的呀？日理万机，天天发财。对呀、啊，老板日理万机是谁呀、你是不是得病了，小姐？你是不是得了那种笑癌？是吧？啊？不是你不是说日理万机吗？我看你长得像李万机啊，小姐，你能别提李万机吗？啊！你我看你是我看你是四肢无力，小儿麻痹你。哎呦，有句话不知该讲不该讲，你网络上重拳出击，现实中你蹬着三轮车卖鸡。哦、你还说我小儿麻痹、哦、卖鸡台球等我给你炖。我卖鸡，我第一个把你卖了。我还活着，救我救我救我。你在哪你在哪？哇，老板你这都能活。我卖鸡，我第一个把你卖了，小姐，你跟我我又不是鸡，你卖我干嘛？我你不是我卖鸡吗？蹬三轮卖鸡吗？嗯，我觉得你在 diss 我。哎呀，小老姐，你刚在讲什么？姐，等一下啊，我接个电话，小姐，有人给我打电话。我操、哦！谢谢云总送的一个飞机，感谢云总，兄弟们大气走一波，不走我永久关播，现在就关。现在也关，队友需要我，兄弟们大气走一波，感谢云总送的一发大火箭，谢谢老板。好，嗯，哥你打完了？打完了，打完了。嗯，是不是打一个电话的功夫都挺想我的？小姐，你别搞啊！你怎么跟个老变态一样，搞得我老吓人了你啊！我怎么就老变态啊？你要我说多少遍我的年龄？现在的女孩子这么主动吗？搞得我不要不要的。可能我们高铁乘务员都比较主动吧。真的吗？你是高铁乘务员，你不说的话，我以为你是按摩员呢。我以前是铁路学校的，然后是计算机系的、啊、然后当了个高铁乘务员也是没想到的。你不说我以为你是按摩员呢，你吓我一跳你。哦，他这个E这么死过E，能跑吗？能跑吗？我能跑。跑吧跑吧，我能跑，不叫他们跑吧跑，跑吧跑，跑跑跑跑，要跑吗？跑跑跑跑跑跑，卖了卖了。哎，这个兵啥意思啊？减速，主要是怎么吸血鬼啥也不干，零杠十二搁这浪，我靠，浪没谁他没人比他浪啊，我靠，他可能在划船吧，我操了个提亲，我操了个提亲 ，Super B Will，Super B Will， 哦救命救命，哥哥救命救命救命 ，Super B Will，Very good，Very good，Very good， 能救我吗？我来了我来了。我怎么还有个这个东西？不过你能走就行。Super B Will， very good， very good， very good。加美了，加美了。我出个重伤了。我溜了。
队友怎么全没了？队友，嗯，主要是你懂吗？就是我不主动，谁买我的花生瓜子矿泉水、啤酒饮料、八宝粥呢？吴云怎么死了？吴云怎么死了？不知道他怎么死了。没事没事，有你在，绝对输不了。我懂，你很强。卡莎，别给我逮到了，你离死不远了。都十七级了，看好了，别眨眼。哇哇哇！就这样，屌屌。哇，好帅啊！真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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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强强强强强！强吗？这就是强吗？还行吗？真厉害！哥哥，你真厉害！基本操作，学姐，还行吗？屌不屌？操五六是吗？看我屌的！屌、嗯！太帅了，视觉盛宴啊！视觉盛宴、啊！哎，我接待的时候，我很少就去夸老板，因为老板有的时候打的不是很好。别躲了，蒙多，我已经看到你了，蒙多，我看到你喽，我要秀你哦。我怎么觉得是他看到你了？我秀你喽！我秀你喽！你能杀他？哦，他急喽！哦，你翻不下来哦！我能翻哟、哦，你不能翻墙哦！你气不气？我怎么觉得大龙那边？哎，我大龙哦，大龙来喽！他没有闪现，他没有闪现。来，大龙视野，大龙视野，大龙视野。大龙来了，大龙视野来了，视野来了，视野视野，板脚。哦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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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吼！我操，这韦恩啥也不会干呢，这韦恩。金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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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杀不了我就服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。哥哥，你的，救命！哥，救命！哈哈。他闪现没了，哥。他死了，他死了。他没闪了，他没闪了。哦，你被拉进去了。哇，哎，我站着不动。嗯，我站着不动。嗯，气不气？哎，外面还有只卡莎，外面还有只卡莎。哎，别，烫不死。我觉得你在劫难逃呀。我溜了，我溜了，死不掉，死不掉。哥哥，你喜欢我这种工作了吗？你是啥工作的呀？哇，我以前是高铁乘务员。你是高铁乘务员，可以的呀。那你现在怎么被开除了吗？啊、那打小龙了，让我吧。是我自己辞职了。你为什么辞职啊？公务员为什么辞职？因为我觉得这不辞了职才有机会遇到你啊。没有没有，主要是因为身体不太好。比较体弱，那个工作说真的是比较辛苦的。哎，啊，这怎么是他的呀？哎，我操，这怎么是他的呀？我靠！哎，不会呀、啊，这怎么？你要蓝吗、哎？我要蓝。哎，不是，这怎么是寒冰的呀？我人傻了，他 W 抢的还是大招啊？他妈是会，我也不知道他是咋抢的，他咋抢的呀？我他妈不知道他咋抢的。那老板，你到底是什么工作的？你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呀？等一下，我先把这把游戏打完再告诉你我是干啥的。别急。好人呢？这是还是个隐私是吗？等一下。我们说完了，他要飞了。我有中枪。哎，是翻不过去了吗？哦，死了，我死了。你死了？我他妈被烫死了。哎，他们这把应该没了。中亚复活甲，哇操！这个卢仙啥时候出中亚？我是没看到。他刚才就出了在大龙那一波。那你咋不提醒我一下，小姐？你这我刀呢？枪手猎物。啊！不是我说了，我刚才说那边那个卢仙就一直在标记他刚才就有中亚。
这个少男还能不能给个机会？哦，妈的了！嗯，不是，你刚刚为什么一直在拍桌子啊？你是在练铁砂掌吗？我是习武之人，小姐，我真是习武之人。你可能不太清楚我是干啥的。你是什么武术啊？我是习武之人，我平时的话编舞就是基本上什么类型都有，小姐姐，懂吗？我的编舞，对，我涉猎比较广，是就是舞蹈工作室呗。对，我是舞蹈老师，叫习武之人吗？哦，这哦，舞蹈哦，编舞舞蹈工作室，我知道了，啊、对对我懂了。我舞蹈老师，小姐，到啥舞都会。舞蹈老师，你是老师啊？就那个很火的街舞，知道吗？知不知道？嗯，很火的街舞。哪个？那哦，那个、嗯、你说的是，你说的是哪个？就是。街舞的那个，哎哎，对，就是那个，是的，是的，小姐，没错，就是那个。我这是在云聊天吗？我，你知道我想的什么吗？我刚刚在想那个综艺。啥综艺啊？就是一个街舞的那个综艺，我忘了叫什么了。街舞的综艺，啥街舞综艺？对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综艺，小姐，是呀，太对了。你去了？是你吗？哎，我去那种街舞，他节目组要我去，我没去，我不太追求名利，懂不懂？我直接拒绝了，嗨，好吧，直接拒绝。那真的那是够可惜的、嗯。你要不你火了，我跟你要个签名，跟你要个签名，然后拍一张照片，发个比心动态显摆一下。哦、咋的了？咋的了？天晴了，雨停了，雨停了，你又觉得你行了，小姐？我觉得我干个编舞老师，踏踏实实干个编舞老师挺好的，小姐，懂吗？服务大众，多提升一下我的业务水平，不想。就一般真正的武林高手都不太喜欢在外面太曝光的，懂不懂？那这样我夸老板，我夸夸你好吧？你好，你好我酝酿一下。嗯，我找本书看一下。啊，有了有了有。你还找书看？这个、你还找书看？这个比较适合你。你像太阳一般温暖，春风一般和煦，清泉一般甘甜，比父爱更远近。我真跳过街舞，兄弟们，我真学过街舞。我真不逗你，兄弟们。你这刚才说啥？你是不是你是你看书？你啥书啊？金曲作文是不是啊？作文京剧是不是？啊，不是，是这是初中生作文精选，给我小侄女买的。哦，是过瘾。小姐，加一下我的 YY 好友，我还没看你长啥样呢。来加一下我 YY 好友，咱们这么有缘，看看，好吧？我了解一下。你想看我长什么样子是吗？对，你要长得好看的话，我让我。学员给你关注一下我的舞蹈学员。学员有多少人？学员有多少人？也几百个吧。对，几百个，那值得一发。咋的了？几百个看不上啊，小姐啊？值得一发。行行，但是我照片挺少的，我很少自拍。我先你很少自拍，是因为长得丑，很少自拍吗？对，我很少自拍。不是啊，是因为我长得太好看不上镜，他的那个镜头不符合我的气质，他配不上我。兄弟们，给这个小姐姐点一波关注，咱们直播间的魔教之人，我到底要看看有多少人，现在关注一下，求你们了，星期天。喂，哥哥，我加你了。求你们，求你们。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同意？同意了。我同意了，你叫九夏吗？对不对？对啊。我加你了，好，接收一下。你看，我给你发过去了。看看，抽一啊。Yes. 哦，好看吗？好看吗？还可以的，还行，还可以，还行，还可以的，还可以，还是有点死过瘾的。哦，还行，真的还可以，死过瘾，真的，但是感觉有点平啊，小姐。我身材很好。我说你的脑门有点平，小姐，别想歪了。我。